明天就是儿童节了，你要什么？我只要笔。走开呀 ！Titans New World Kitchen， 欢迎收看 Titans 世改 Kitchen， 我是邱勇。明天就是儿童节了，所以我今天想说教大家来做个饼干。但是这个饼干其实我是要做给我老婆吃的，我老婆之前爱上了薰衣草，睡觉都要抱一个薰衣草枕。我想说，那我就做个饼干这样子，让整间的屋子里面烤出来之后充满薰衣草的香气，大家就都睡成一片。怎么怪怪的？所以我想要今天教给大家，饼干要做得好，这最前面的动作很重要，就是奶油要把它打发。对，所以糖炒温泥，你知道打什么吗？就是你酥皮哦，三点三。头好壮壮，圆柱状，羽绒状，过关。保暖，羽绒为什么保暖？我帮我换一个导演了。受不了了。好，虽然说我从马来西亚回来很热，但你也不能那么冷啊。变成有一点点像刚刚讲的羽绒状，这时候奶油里面充满了什么？空气。非常好。还是说加糖粉？啊，对对对，加糖粉。好。来，糖粉再把它加进来。其实我们刚应该加的糖粉打来。好，来，我们这时候浇下来。其实分次加会比较好，融合在一起。哎，还没完，我还没加完。啊，还有一点，不要浪费。好的，来，你要什么？我只要笔。再来吃这份，吃这份。走开呀！这个杏仁粉。薰衣草的那个茶包，柳橙皮，那个是模拟的。你要哪一个？这个吗？比较大的吗？我看看。哎，其实可以哦。好好，听你的。哦，对。把他手叉腰了，不要跟工读生吵架。好，这时候就很简单的拌匀就好。这要拌到什么程度？一样，它会全部凝成一块。对，你看，慢慢的，差不多了，没有，因为其实本来用手抓了，手抓很快。还是你不抓的原因？因为手有温度，它比较适合那种手脚冰冷的这样抓的。基本上这样讲，好像也是有点道理哈。好，我们好了以后就把它给丢上来，先我把它做成长方形好了。好，我们就把它给冰一下，20分钟，20分钟我们就把它给切片。哇，削铁如泥啊！还可以。有观众在说，你可不可以再切快一点？计时哦。有快转就好了。哦。对，好，上下火都150度烤15分钟。就可以了，做好了，然后我们稍微放凉之后，它才会变脆哦。所以你刚烤完的时候，你不要太紧张啊。嗯，那我觉得当然儿童节的时候，跟人家的小朋友一起做，给你心爱的妈妈跟你的老婆吃，我觉得她一定会喜欢，好不好？自己做真的哦。充满薰衣草的香气，大家就都睡成一片，就也不用这，对，就可以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不然有这边吵啊，那边弄的，这边骂的，那边念的，哦，也是很累。不过这个饼干我真的觉得很好吃啊，蛮香的。那所以我想要今天教给大家。